皆さん、嗨哟，又来到六的手游时间啦！今天要分享大家的是 PAD 啦。那这一款游戏其实我自己本身已经玩好久，我发现我好友1400多天没上线，所以其实我应该已经玩了4-5年以上了。那这边看到它封面，已经这一次是跟《钢之炼金术师》合作哦。啊、哦，太有回忆了这个动画，当初开始宅好像也是因为这部作品。这一次的合作其实最近也要推出真人版电影了、啊、不知道台湾什么时候会上映，超想去看的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们这一次的合作角色有哪一些吧。六星的角色分别是 Eduardo， 然后 Alphonse 就主角艾德跟阿尔冯斯兄弟党嘛，然后再来是罗伊马斯坦古大佐，第四个则是 King Black Dole 啊，大总统，讨人厌的大总统，可恶。好，接下来是五星的，我提前也偷抽了一颗，一抽就是五星温丽啊，好想要六星哦，五星的温丽，然后霍克艾以及马斯修斯哦，幼稚。再来是 Alex 啊，阿姆斯壮少校，那以及伤之男 Kizuno Dogo 就是斯卡啦，那个伤疤的那一位，以及令耀，来自青国的令耀，十只角色是不是？那我们的目标当然是要把兄弟党凑齐咯，看能不能把艾德跟阿尔凑起来啊。看到右上角了没？我这边是辛辛苦苦就是每天登录啊，还有登就是打关卡存下来的510。我之前其实从来没有狂抽过，就是像他的 Gold Favor 那个啊祭典啊还是什么的哦。我可爱，没事，先锁起来。就他其他的神迹啊，还是什么的，其实我都没有抽太多。好，再来，可以开赌盘啦，看大家觉得哎、欸、几抽才能凑齐呢？而且他们这一次的龙也变得好可爱哦、嗯，怎么还是霍可爱？不过是有加加的霍可爱了，先锁起来好了。连衣服都变成艾德了，变成小矮豆了，好可爱哦！噔噔噔噔啊！这是阿姆斯壮，我到底到第几颗才能至少应该会先爆仓吧？至少先来个六星嘛，然后就出现最不想要的就是大总统之类的。哦，休斯，再来。目前没有任何的六星，1/4，是还是休斯？我就这样一直滑到什么时候可以有艾德跟阿尔呢？滑，嗯啊，再滑，不。林瑶，应该是叫瑶铃，林瑶。嘟嘟嘟嘟，第九颗，再来。哦，这样等于说我10天抽一只六星都没有哎、欸，是有点黑啊。哦，还是温丽。呜，这是第10颗了。短10颗里面，能不能至少来一个六星呢？嗯，斯卡，我觉得我再这样抽下去啊，我等一下可能像温丽啊、霍克艾之类的，可能会先满技，也不满技啊，我先把技能觉醒都打开，就技能没满，在右侧的这个觉醒可能会先满呢、欸、啊。到底到第几抽才会出现第一个六星呢？有这么难抽吗？奇怪。不过我上次抽福音战士也没那么难抽啊。啊你啊你呢？啊嘞嘞嘞，你。不。
我有一种等一下后面全部要快转，快转到我抽到六星为止。六星了，六星了！哦，是罗伊玛斯坦固。这样子十五抽，十五抽出现第一个六星，好像微妙的还行吗？但距离我们的主角们，然后艾德，这还是五星，就是距离艾德跟阿尔到底在哪里呢？喂，大会报告，我觉得目前好像离这蛮觉醒，不远嘞，怎么会这样？好可怕哦！啊，哇，刚，啊，六星好难抽哦！我觉得我的斯卡真的会先满觉醒啊，不要闹喽！哦，踩到了，踩到了，果然就是布拉德雷会先出现。嗯，唧唧歪歪，再次大会报告，来到二十七，不对，37连抽之后呢，目前修斯跟斯卡已经能力觉醒满喽，再来是要涂技能喽，然后阿尔跟艾德都还没看到，不过现在六星已经有两只了，再来。就是啊，那已经太多了，知道吗？嘟嘟嘟 ，OK， 是阿尔。说起来，阿的技能 ，OK。阿尼，阿尼桑，阿里嘎多。我们最后再来一起看好了。目前已经转了250颗，也就是50抽。大会报告，看一下，目前呢？温蒂，满技，满觉醒。然后霍克艾也是满觉醒，不过技能才二，我有点意外。阿雷他的技能有点难升呢。那看到修斯的话也是满觉醒，满技能咯。林瑶的话呢，则是还有一段距离。斯卡我记得，斯卡是剩技能还没满。好，好。那我们继续前进喽！啵啵啵啵，啵啵啵，那个已经满技的人啊，或满觉醒的人啊，我真的觉得你们可以先不用来啊！给我溜！哦，又来踩住啊，踩掉！这边踩的突然变高 ，OK， 抽中了最后一位六星的角色 ，Edward、Eric、爱德华、艾利克，锁起来。那么目前是来到220颗，也就是抽了280颗，56抽，耶！那终于入手艾德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目前的那个结果是，温丽满技嘛，满觉醒，然后后来又抽到了两只温丽，可恶！然后重复的六星只有抽到布拉德雷大总统啊。斯卡也后来就抽了一只跟一只修斯啦，那我们还是再看一下他们技能的部分好了。大总统的技能是给予敌人15万的固定五回耶，五回伤害。那队长技则是变成7×6的版面以及暗属性攻击力 1.5 倍，两 combo 以上提升攻击力最大5倍。好，无视你，无视你之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用火的大佐木跟暗的。变成火，然后火的变哦强化之后帮其他的队友减一 CD。那队长技则是两 combo 以上跟回复力跟攻击力变成两倍，以及消去哦包含强化的多洛普五个以上的属性，一次消掉五个以上属性攻击力四倍。阿尔的技能则是一回合受到的 damage 减半之后呢，全部的哦，
全部的 drop 变成五种属性以及回复的变化。哎，这跟那谁竟然好像哦，这是跟祖勋也是去转换他的 drop， 但有没有减半减伤我有点忘记了。那队长记者是光属性攻击 3.5 倍以及四种属性四种颜色同时攻击，攻击跟回复力三倍啊，算蛮泛用的。那看到艾德的是回复假妈的毒的全部变成光的啊，去转换可以把一些很麻烦的东西转换掉，以及哦 HP 是全回复，全回复，哎、欸、你怎么说变成回复属性了？一回合的时候，一回合之间啦，光属性攻击力三倍，那他的队长技 HP 50%以上，攻击力三倍，四 combo 以上可以提升最大四倍，也是蛮泛用的一个队长技耶。他的技能叫做等价交换，然后弟弟叫做谢谢哥哥。再来看到大佐罗伊马斯塔古的技能是 Tail Kashita Hoga Ikane， 这句我好像没什么印象，不过好像查了一下，在日本这句话蛮有名的，就他对艾德讲的一句话。打总统的，无视他好了。那以上这就是今天抽的56抽的结果啦。我还好，还是有抽到。原本我还蛮担心要抽到100抽才会凑齐六星的角色。那希望大家也能顺利的抽到自己喜欢的钢炼角色啦。那喜欢这支影片，别忘了可以按个我喜欢，一起订阅频道啦。我们下次影片见喽，拜拜。这作品啊，应该很少人会不知道吧？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作品的，又真的蛮推荐的。它这个作品不只是一般的少年漫画，它里面蛮多还发人省思的一些故事在，或者是像它的那个人造人的命名啊，我觉得作者真的很厉害。有机会大家也可以看看这个作品吧。